好，接下来再看幻灯片。所以刚才我们在修自信也会放光，我们念六字大明咒，这张就是六字大明咒，四臂观音。当我们呢，他手中就拿着摩尼宝，对不对？一个拿水晶念珠，一个拿乌巴拉花。当他念 Om Mani Padme Hum 的时候，他心中是放光的，念六道的光，所以六字真言代表度六道众生。他也可以化现度母跟一切的诸佛菩萨。你看他前面有很多的法轮、如意宝跟舍利塔，表示观世音菩萨念念都满众生的愿，所以这个叫做以人天秤满众生的愿。再来看四臂观音，这张是单独的，刚才那张是彩色，白色代表了你的心清净不染。你要帮助众生之前，先要训练你自己啊，你心不要受污染。假如外在的环境会干扰你的话，那你宁愿慢一点帮助众生，不要急着去帮助众生。举个例子，你说要度众生，对不对？你去给浪走一圈吧，新加坡你们很清楚的，这边是佛堂啊，这边是红灯区啊。我第一次来新加坡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真的很大的震撼呢。连友在开车来接我，然后我就问这一区是什么区，师傅，这一区就是你要住的地方，小心晚上呢，你要小心，因为那时候净土梵音呢请我住。他说很奇怪，这边都是佛堂啊，对不对？这边就是蹦恰恰蹦恰恰的五欲六尘，这边造完了业呢，过来的拜佛菩萨忏悔，忏完悔吃完榴莲再过去啊。对不起啊，新加坡莲友不要生气啊，你们就是这样。所以听好，地狱、轮回跟涅槃就在一线之隔啊。那我第一次来新加坡坐车的时候，他们开车接我的，我的感觉就是这样。那现在问题是什么？你先要向佛堂里面去修学戒定慧佛法，你要控制自己，不要受外面的五欲六尘诱惑。等到你能控制自己的念头的时候，你才有可能呢去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众生度尽，方正菩提啊。你当然要有这个愿心要帮助他，可是现在你没有这个能力。你不要说度众生啊，晚上呢你去一个酒吧喝酒呢，你就被一个女生绑架就走了，你还度众生呢、啊、你不要被他度了就不错啦。好，接下来这里讲以人天秤，观音菩萨以人天秤满他的愿。好，各种秤三秤法都满他的愿。注意听，你要求观世音菩萨，我们刚刚讲四种缘，可是注意听，当你求佛菩萨的时候不可以空手，因为我们生生世世就没有福报，所以当我们来祈求佛菩萨的时候，你要尽你的力量，要准备贡品，这样才会满你的愿。从清音缘，对不对？所缘缘等无间缘，从所缘缘的这个角度，就像我刚才譬喻的泥土跟肥料，你要带贡品来，不在乎你的钱多。请看幻灯片，这张是在印度菩提迦耶的，很多的全世界来朝圣，西藏人早上起码供一杯水，干净的水，水不会有多少钱嘛，你一定要供，有时候供六杯代表六度波罗蜜，有些他供七杯，有些八供都没有关系，你可以供六杯，至少供一杯代表一心不乱。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要先供水供佛菩萨，供养的时候你有因为这个功德，不，对不起，因为你有做这个所缘境，所缘境就是你做这个动作你才会升起功德。希望一切的众生心清净如止水，你有能够供香也很好，你能够供花很更好。假如我们一般大乘佛法是说初一十五你要供养，其实你应该是每天都供养。为什么呢？注意听，我们就是凡夫，所以没有福报，所以你趁着人生难得的时候，你每一天都应该供养。像我住的地方，我早上起来第一桩事情，对不对？我就什么，早上起来刷牙洗脸喝完水以后呢，上完厕所我第一个就是供佛菩萨，就顶礼。我在我住的地方，我现在出来旅行，我想帮我做侍者的道山师就知道，我的佛桌旁边就有佛啊、菩萨、佛卡，所以我为什么要印这么多佛卡，让你到全世界旅行的时候，你常常都会想到佛菩萨，那你可以供佛菩萨起码一杯水，就在 hotel 也可以，你不一定要点香，因为
很奇怪，新加坡跟很多全世界都 for security reason you cannot use the fire。好，那供一杯水总可以吧？供巧克力总可以吧？对不对？所以你最重要要有供养的心。接下来看下面，供花很漂亮，曼达拉一样，花代表六度波罗蜜。接下来再看供灯，到圣地的时候为家人点灯，在点灯的时候呢，还为他念佛、念咒或是发愿或回向，点灯也是一个功德。接下来你看，在我们商业金色新春茶会的时候，大家就会点灯，连小朋友也来点灯。所以我不知道这边共修如何哈，我的建议啦，我在商业金色你做参考，我没有强迫啊，师父不是做生意。我们在商业金色共修的时候呢，会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然后在呢念大悲咒之前呢，我们都会念六字大明咒，每一个人都会上来供灯，一人一盏灯，全部是免费的。你要随喜功德，你自己随喜功德。事实上我们商业金色是免费的，为什么呢？每个礼拜啊，你就是没有福报嘛，所以你要来发愿广修供养。我们商业金色有了千手观音啊，对不对？每个人在供灯的时候，你念六字大明咒，你就发愿。好，我们也为很多的莲友，我也包含为很多新加坡的莲友都点牌位，都是免费的。所以你因为供灯发愿的功德就会广大无边嘛。你想想，一天一年365天，你到底有几天供养呢？所以家里没有佛堂的人，师父会鼓励你真的要设一个简单的佛堂。有供佛跟没有供佛是不一样的啊，你不一定请我，你可以请新加坡啊海印古寺或其他你有缘的师父呢，给你一些建议，做简单的佛堂。你不要啊，等到老的时候要断气的时候，师父啊，我要皈依好不好？师父啊，我要受菩萨戒好不好？皈依我还可以满你的愿，菩萨戒的话要三个师父，所以你断气的时候求我的话也没有用，我哪里去再找两个师父啊？你们刚刚不是说吗？不喜欢光头的啊。对不对？你临命中断气的时候，你再来求啊，皈依三宝，然后呢，再来呀、啊，受菩萨戒是来不及的。同样的，你要广修供养，你就应该把握当下。所以，你希望佛菩萨要满你的愿，第一个，你不可以空手。最不在乎你的钱，最重要你的心。所以你看，请看下面，以点灯与发愿来满你一切世出世间的愿望，这个才叫做喜无量心。我们都会求佛菩萨，这个是我为大家在圣地点灯的，这四盏都是我点的，一盏灯100新币、四盏灯都是我点的。因为很多人有时候会托我做很多功德，我也为全世界的众生，有缘跟无缘的众生，我都会祈请。最近几天有很多人会客，也给我了很多很多的名单，会师父会很真心的，我不敢说我修得很好，但是我会真心的求佛菩萨，求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求地藏菩萨，求一切的诸佛菩萨都能够除去你世间的障碍，然后满你的愿望。注意听，为什么要除你世间的障碍？除完了世间的障碍，你才能学习佛法，才能够帮助众生啊。假如你三餐都吃不饱的话，你没有条件来听经的，对不对？有些众生是很苦的，但是呢，你除掉世间的障碍，让你发财了、健康了、平安了，然后就做什么？就享受了，就不见啦。所以我常常很感触，新加坡的莲友呢很可爱，但是很喜欢临时抱佛脚。然后注意听，当你在佛法当中精进了、修福修慧了，完了做什么呢？反过来，在世间里各行各业，你都可以行菩萨道、度众生啊。比如说你公司的老板，他可能跟新弘师没有缘啊，但是你讲个故事给他，给他一点鼓励，他可能就跟你有缘啊。所以度众生不一定说只坐在法座上讲经叫度众生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用慈悲喜舍帮助众生，也满他的愿啊，是不是呢？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师父讲的话，这样子的话你听闻佛法才有很大的力量。好，接下来讲供养，有好多的供养。看，我先把幻灯片打开来。第一，供养，我们刚才说，我今天要供养诸佛菩萨。刚才我们一进来教你什么？用你的心化成五彩的光去供养佛菩萨，这是很好。
但是因为我们无量劫呢，业障还没有忏除，我们的福报跟智慧还不够，所以三宝会是我们供养的对象。第一类有形的供养，供养金钱、食物、衣服、医药等，这叫做四世供养。其实供养出家人只要供养这四类就好，不要给东西太多给师父。真的，谢谢各位，不用关心我，不用买很多东西给我，你的真心我接受了。有时候你供养我，我会转供养其他寺庙或医药基金。我觉得最好帮助的是医疗供养。对，全世界的出家人在饮食衣服上呢，应该是不缺的。第二个身的供养是什么？贡献你的精神跟体力，供养给众生跟佛教。譬如说你做义工，参加佛学班，或参加这个佛学班里面做的老师，或是做医生护士啊，去各个寺庙或做义诊，这些都贡献你的精神体力智慧跟能力才华，这叫身的供养。第二，口的供养是为人介绍佛法，为人介绍你所听到的正法。虽然我们讲经里有很多故事，你不会讲佛法，但是你可以把正法的 DVD 为你的亲朋好友介绍给他，他当下接不接受没有关系，但是你起码给他一个缘，这叫口的供养。第四个意的供养，就是心心念念护持师父或善知识或正法道场的佛行事业。这里的佛行事业包含教育、文化、慈善事业以及闭关跟种种的共修，包含佛学讲座，也都是要大家供养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当然你种什么因啊，其实老实说师父没有得到什么功德，真正的功德是什么？你自己得到。比如说你顶礼我，哎呀，有些莲友很坚持，师父我听你的心啊，非常非常的欢喜啊，请你接受我顶礼。其实我很惭愧，我只是靠佛力加持而为大家宣说。那你顶礼三宝，事实上得到的功德是谁？你自己啊。你投香油钱，对不对？你得到的功德是自己，所以供养不是做给别人看的，供养是为了自己修福修慧而成佛的。最后一个，第五个，最殊胜的供养是什么？如说修行供养，按照善知识所教的佛法去修持，而快速的证悟成佛，最后永出轮回，这是最好的供养。举一个例子，小朋友常常会问爸爸妈妈，你今年生日的时候我们要买什么礼物给你啊？爸爸妈妈当然会很感谢啊，谢谢你想到我。爸爸妈妈都会跟小孩子讲，哎呀，其实啊，弟弟啊，你不要乱花钱，你只要乖乖的读书，好好的做人，你不要让我烦心就不错啦，是不是？这是真话。而至于呢，做小朋友的弟弟呢，买东西给你或画一张卡片，他是表达心意的。同样的，你要跟师父学习，你真的啊，按照师父所教的佛法去做，这个才是最好的如说修行供养。举个例子，我前几天说了灭勒日巴的故事。灭勒日巴为什么会是马尔巴最好的弟子呢？因为他照师父的话去做了。对不起哈，我现在要做一个调查一下，我从了2003年一直讲经到现在，我有一年没有来，我讲了这么多经，请问在座有念普贤行愿品的请举手，举手，很好，好，手放下。念超过呢500遍的请举手，很好。1000遍以上的请举手，没有啦。 Broken my heart。 1500遍的请举手，2000遍的请举手，念完3000遍的请举手。我们商业经社的干部有一半念完了3000遍。不然你们轮回都在干什么？打混啊。这个就没有如说修行供养啊。虽然我讲了很多经，我就像药铺一样，你要真正去做呀。我跟你讲，我自己啊，从出家念到现在，我念了5000遍了，我到现在还在念。我念了3000部无量寿经啊，我念完了300万声阿弥陀佛啊。数字虽然是虚妄的，但是我想鼓励，对不起，我今天不好意思讲出来了，我不是炫耀，
生命轮回很短啊，你要真正的精进啊。很多的人有问我，师父我要怎么忏除业障？一句老话，念普贤行愿品3000遍吧，至少就念3000遍吧。你不念，你不修，你很难改你的恶业的。当然你可能会说，师父我们上很多不同的佛学班啊，没关系，你必须要做取跟舍。听好，普贤行愿品不是念这一页，这一页太短了，这一段是因为呢要共修的，这是88佛忏悔文里面的10大愿望而已，要念全部，有长行文跟寄送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出世在这世间，所有的文武百官天人供养佛，佛还是欢喜接受。为什么呢？佛是功德圆满的人，他让众生接受供养。注意听这一段，在普门品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尔时无尽意菩萨站起来，与会大众呢，要做脱下自己的金银珠宝供养观世音菩萨。结果观音菩萨怎么说？不不不不，我不接受你的供养。因为观音菩萨呢，自己很谦卑，他觉得释迦牟尼佛在这里，你不要供养我。可是释迦牟尼佛怎么告诉他？观音，对不对？善哉善哉，你请接受善男子善女人的供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成佛了，你是众生供养的福田嘛。结果观音菩萨接受了，接受了这个金银珠落，结果他一半他供养谁？多宝佛，一半供释迦牟尼佛，一半供呢法华会上过去的多宝佛，一半他供释迦牟尼佛。所以他把财供养就转变为法供养，了解吗？所以释迦牟尼佛出世讲了这么多的佛法，什么是好学生？如说修行供养，希望你们下次好好用功，我下次会做调查。也有人会说，师父我想办你做三宝弟子。不用了，念完1000遍你再来找我，我要叫你背普贤行愿品给我听，我才会收你做徒弟的。不是我骄傲，而是我真的要要求你，你不精进的话太可惜了吧，空过一生，对不对啊？这里摸摸，那里听听，法门无量，很好，注意听，我没有说不可以听其他法师讲经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是说你选定了一个法门，你就应该好好去修行，这样子的话你才会跟我有缘，不然将来我就去其他的国家了。我已经收到很多国家的人写信来抱怨我，你呀、啊、新弘师，你修平等心，你最不平等啊，你都去新加坡啊，你都不来我们的国家，真的啊。也有德国，也有美国，也有巴西，也有香港，还有马来西亚，很多团体请我，我很惭愧，我说我没办法千百亿化身，所以我只好先用法宝供养他们。所以真正你要供养师父，你真正要跟新弘师有缘，请你好好念普贤行愿品，有汉语拼音本，对不起 no discount， 不要讨价还价，知道吗？成佛是你自己嘛，你真正肯念的，你障碍就会忏除，你一切事出世间就会满你的愿。所以很多人问我的问题啊，师父我们要念什么经？普贤行愿品，它是华严经，经中之王。好，最后再讲一两段，所以请看幻灯片，这个大乘四无量心我讲了很久啊，明天我会讲到71页告一个段落。到这边好，请看幻灯片，所以我要给你个建议，心中在实践呢慈悲喜舍的时候，你要有雅量，你常常要修自他交换，因为你的心有雅量，像大海一样 like the great ocean， 你才能够呢有无有穷尽的力量。所以我英文里面写 your mind can show more flexible space and then your internal mindfulness will indeed manifest the endless power forever。 意思是说你的心啊可以有弹性一点，你跟家人呢沟通的时候，天底下没有什么不能谈的。对不起，我突然想到一个美国奥巴马，大家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吗？知道吗？好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政治立场，只是呢我要来新加坡讲经之前，前一个礼拜我有一个多年的好朋友啊、是一位法师从美国回来，他在美国一个寺庙做了住持，他打电话给我，我也很 surprise， 然后就跟我约吃饭。我虽然很忙，我还是见了他，因为很多年不见，三年多不见的好朋友。他第一句就跟我讲话，就说
我们现在 now our talking become very Obama。 我说什么叫 Obama？ 现在美国人讲话都是什么 very Obama。 Obama， Obama 是一个、美国黑人总统，对不对？美国历史上非常惊讶的，因为美国从来不可能出现有黑人总统的，现在竟然出现了。好，我没有政治立场，我讲重点给你听。然后呢，在美国人呢对很多的多元化种族跟年轻人里面常常会讲话说 Let's talk， 就说让我们谈一谈，天底下呢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谈的，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沟通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天底下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困难的。所以让美国产生非常的大的希望，所以这叫 Very Obama。后来我就跟我同学，不是同学聊了以后，后来我就跟学生讲，对呀、啊，天底下没有东西，什么东西不能谈的，所以你应该做好好的沟通 ，positive communication， 不要你自己学佛却骗了你的先生，哎，我来偷偷来学佛法，骗你的太太，其实不用骗，你就跟他讲，夫妻要好好沟通，做父母的跟小孩子要好好沟通。这样子你做徒弟的才会好好跟师父沟通，知道吗？你若不沟通的话，等到你要断气的时候再讲，那你会永远一辈子都后悔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中没有雅量，好的东西坏的东西都要去能够接受。现在时代真的进步非常非常的多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现在的师父都有用手机，对不对？ email 还有电脑。假如在民国时代，印光大师，你告诉印光大师说，未来的出家人哦，都是拿手机的，还拿电脑，还开车的，他一定想，天哪，那一定疯了，那哪像出家人啊？是不是？假如你告诉他那个时代，小的时候我也没有手机啊。时代它都在进步啊，可是你有一个纯正的动机，发生灾难的时候或紧急的时候，手机可以救很多人，你知道吗？在台湾大地震的时候，很多呢是因为有手机而得救的。电脑也可以利益很多众生啊。车子呢，假如开了紧急的助念的时候，有车子的时候是很方便的、啊、所以关键是你的动机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每一个时代的想法是会不一样，最重要你要有帮助众生的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假如告诉印光大师那个时代说，现在的出家人是拿手机拿电脑还开车的话，他一定呢无法接受的。可是时代一直在进步的、啊、对不对？我们利益众生呢，现在还有多媒体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心要能够接受任何的挑战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好，今天呢讲经就讲一个段落，明天从70页第19行丙三舍无量心开始讲。舍有分二，世间的舍跟出世间的舍。好，那现在我回答问题。好，请看幻灯片。师父，请慈悲为我开示，要如何修持才能证入无我与空性？谢谢。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我先答，因为它很重要。好，请看幻灯片。空性的教法是很深的，所以你想要修无我跟空性非常的好。这一次呢，我透过讲座的时候，每天教大家想观想一点，观想一点，希望你常常练习。好，练习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无常跟空性的教法是很重要的，它并不是对初学人而说的。各位佛弟子，您听闻佛法也有一段时间，所以我会直接讲得很深入。当然将来海印古寺要经过很久很久很久，因为他们工作很辛苦，才会出第4套 DVD 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练习。下一场在宽济念佛堂我会不会教呢？我还在想，我会教一两个重点，因为阿弥陀佛48大愿、啊、是广大如虚空，我都在想，我不知道讲得完吗？我讲不完，我可能要再来一次新加坡。所以我想下一次讲座我会不会教不一定，但在这一次讲座里面呢，要讲四无量心跟佛的3种法身，我是每天都教不同的禅观。好，看幻灯片。早期中国的禅宗真正的修行，我去查过，它应该要有5个内容。禅宗是很殊胜的。什么是禅？心不散乱，很专注，就是禅。禅修，禅它有深浅，有南传的禅观，北传的禅观，
也有金刚乘的禅观。我现在这里介绍北传禅宗，第一，它要有五个内容。第一个要拜佛忏悔，忏悔法门。忏悔不是只是做法会，而是真正知道自己错。所以古人拜佛的时候是拜呢，拜88佛忏悔文，也有修大悲忏，也有修金刚宝忏。所以你要选一个拜佛法门，拜佛很好，可以忏除业障。你也可以专门拜一尊佛，释迦牟尼佛、观音菩萨或地藏菩萨或阿弥陀佛。接下来跪着要发愿，发四弘誓愿，因为发愿才会跟菩提心相应。第三个，你要诵，你要修无常观或是空性的人呢，你必须要诵《金刚经》或诵《般若经》，至少一天念一遍《金刚经》。假如早晚可以各念一遍会更好。当然，听到这里可能大家又有烦恼了，师父，我们的功课太多了，很好啊。若准出家的话会更好吧？可是，在座很多莲友呢，都太爱你漂亮的头发了，舍不得剃头啊。其实出家是要有福报的。那在新加坡的莲友，你身没办法出家，心出家也可以。好，假如你能够念般若经，有十卷般若经或30卷的般若经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，一天念一品或两品更好。为什么呢？般若波罗蜜里面有两个重点，不是，有很多重点是金刚经没有讲的，注意听。一，三三昧，空无相无愿法门，这金刚经里面没有讲到，没有这么详细讲。第二个，正道不退转，明天我会讲阿毗跋致。第三个，什么叫做魔，什么叫做着魔，是真正呢欲界的天魔会来障碍你修行，那个写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，有10卷，有30卷。假如你能够读600卷大般若经，那更好。所以真正修行是很忙的，就算你听师父的经只修大乘佛教也很好，所以希望你起码修金刚经，发愿念5000遍金刚经。很多人就开始咿咿啊啊咿咿啊啊了。 No discount, sorry。 好，请看幻灯片。不会了，我会给你一点 discount 好不好？没 discount 的，下次你看到我心无法师，我不认识你，向后转，赶快跑，因为你会怕我说你功课做完了没有。假如你没办法念金刚经，可以一天念21遍的般若心经。你可以猜早上念、下午念、中午念，一次念7遍。假如21遍一次念完也很好，你自己决定，法无定法。哎，念的时候很专心的念，念完以后呢停一下，观想自己坐在光明当中，一切都是无常的跟空性的。好，请看第4个。所以念完金刚经以后不是立刻就走了，要修大乘的禅观，像空观或观佛三昧，选一个方法静坐5分钟到10分钟。也可以修小乘的无常观、不净观、白骨观都可以。也就是重点是真正要证入无我，他必须要修止观。你腿没办法盘着没有关系，可是你要真正去修，修了以后久而久之，听好，你做了做久以后，有一天你会做到身体完全就是空掉的，那就恭喜你有很大的突破。真的身体是没有的，只有念头，那时候呢你会有很大很大的超越，智慧会开的，业障会，业力会忏除的。接下来静坐完了以后呢，再用短短的1-2分钟要回向。回向呢，那请各位去听，上网听普贤行愿品，回向众生，回向菩提，回向法界。回向文也有很短的，就像我讲经最短的时候1句4句。你也可以念呢宗喀巴大师发愿文回向，也可以念净土回向，有很多很多回向文。月藏吉祥经也是一种其中的发愿回向文。所以你要有这5个步骤，持之以恒。上根立志的人要做10年20年，中等根性的要30年，下等根性的要50年，你一定会证悟空性的。那没有证到，那到极乐净土或佛国土继续证呢？不要急，慢慢来。什么叫证呢？就是你慢慢会体会到啊，嘿，其实有些东西哦都是透明的，没有什么是真的嘛。以前你会很生气，现在想一想，
也没什么好气的嘛，恭喜你，你功夫进步了。功夫进步不是说看到佛，看到佛菩萨一种征兆，当然那也是另外一个征兆，但是就算你看到佛菩萨也都是透明的，彩虹的吧。所以这个莲友问了这个问题非常好，我就回答。所以起码希望在你做的功课的时候呢，能够呢起码念21遍般若心经。好，师父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请问一个问题。我的家婆是个佛教徒，几年前她在家里往生了，下午2点多。那我和我的小姑很真诚地帮她念佛，我和小姑很真诚地帮她助念念佛，念到隔天早上10点多，也就是下午2点，一直念到天亮10点多。可是我在半夜的时候突然闻到一阵阵的沉香味，越来越香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是否信愿行的功德力感受到佛力的加持，阿弥陀佛来接引我的家婆往生极乐世界，请师父开示。恭喜你，你的家婆真正往生极乐世界的，真正往生了。大家都眼睛这样看着我，师父你怎么知道？好，往生有好几类，其实这个问题应该在下一场演讲做，不过因为你已经问了，我简单讲啊。往生有分上中下三辈，上品的人呢，是在没有往生之前，他在禅定当中就见到阿弥陀佛、西方三圣跟极乐净土。你一生当中只见过一次，你将来一定会往生，但是不可以说。中品往生、中辈往生的，中品往生的人呢，是在哪里？在梦中做梦。假如你家人要往生之前，比如说前半个月或一个月，他会做梦，梦到西方三圣，梦到的内容有分为三类，注意，一，梦到佛跟菩萨，第一个，佛或菩萨或眷属，第一类是梦到佛嘛，西方三圣，第二是梦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眷属，眷属也有功德，莲池海会，或第三个呢，梦到极乐世界的净土，梦到这三个都是真的，不是虚妄的，因为阿弥陀佛有大愿，那将来你也会往生，待会我会讲个故事给你听。第三种呢，就是临命中的时候呢，他在助念的时候或断气的时候，他看到佛菩萨来了，可是因为他气力啊很弱，他没办法讲话，他只会讲意思说佛祖来啊，佛祖来啊，这样子会讲的会说佛来接我的，那一定往生。哎，那第二种呢，有些是看不到佛，西方三圣都来了，可他就看到观世音菩萨来接他，一般人还看到大势至菩萨，有些人还看不到大势至菩萨，因为跟观音很有缘，只有看到观音菩萨，那这样也往生，但是他不一定会讲。那最低的条件就是你这里讲的天月明空，异香满室，听到呢从来没有听过的音乐，这不是人间有的，然后呢是真正的阿弥陀佛跟呢25位菩萨来接引你，所以你会听到天上的音乐，还有闻到香，这个檀香非常的庄严，是世间没有的，所以恭喜你，你的外婆真的是往生极乐世界了，所以你应该好好的修持，所以我相信你的外婆在极乐世界现在听得到我解释这一段的，真的。所以大乘净佛国土不单单西方极乐世界，药师佛净土或求生观音的净土或求生法华会上的净土，这些是真正可以修得到可以做的，问题是你要真的很用功，很用功的信愿行，不是每天只有念3遍心经3遍大悲咒结个缘问导游就可以，太混了，你的功夫真的不够。怎么说功夫不够呢？你修持的功德力没办法抵你多生多劫贪嗔痴烦恼的恶业，所以有时候师父讲经的时候，我会苦口婆心，我要你念3000遍5000遍，为什么？希望你有个目标，好好去努力。生命很短嘛，你回想当你要断气的时候，你这一生做了什么事情特别呢？哎呀，我真的呢听师父的话念完3000遍跟5000遍，那极乐世界就真的会现前嘛？问题你不相信佛啊，你也对我讲的话呢
打了很多很多的折扣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们的方法我也真正做了，所以往生是真正存在的。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啊，太多的故事我留下一次讲座。我们狮头山有一个老菩萨叫常莲法师，他比丘尼中年出家，他是一个闽南人，可是他的心很善良很善良。他每天呢，他会拜一次呢慈悲三昧水忏，然后诵地藏经、金刚经、普门品。当然他没有读书，可是他可以一个一个字认了。他早晚课的时候，寺庙的早晚课他全部可以不用看课本，他用背的，他非常的虔诚。那他在寺庙什么事情他都发心做。结果呢，他后来呢脚因为呢有点困难，所以他呢脚就不好。可是他的人非常的慈悲，尤其他修很多，第一个最大的是忍辱功德。因为很抱歉，他是闽南人，有时候我们寺庙住还有客家人，还有不同的人，有时候多少文化生活想法不一样，就算没有欺负他，有时候会有一点误会，所以有时候人家讲他的时候，他就想不要理他，管他的，我就继续拜佛。就旁边还在站在旁边脆脆念，他拜一个半小时，他还在念一个半小时。念完以后，他就问他：“你念完，你念完了没有？就是你念完了没有？”然后他就走了。所以我很少看到他发脾气，他忍辱功德很好。那我跟他很有缘，我在家认识他，我认识他有二十多年了。我当到老师的时候我就认识他，他每次看到我就看到啊、哦，你来哈佛喽，来出家哦，这样。后来我出家了，也住在狮头山，他每次看到我都很高兴。然后我有啊，然后我就会讲佛法，讲故事给他听，因为他是闽南人，所以我就会讲闽南语给他听。有一次呢，我在出国回来以后，我又看了他。有一天，他突然跟我讲：“新红书哦，新红书，我跟你讲一下哦。”福州话各位听得懂吗？好，没有，我还是翻译一下，因为有些年轻人看不懂。对，他就说：“新红书哦，新红书哦，你来哦，我跟你讲一下喂。”你说：“新红师啊，新红师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哦，我有一天拜佛的时候，我在天空中看到了阿弥陀佛。”对不起，太激动了。口水呛到，他说：“我看到阿弥陀佛万丈光明啊，就在狮头山的大殿的广场上，好庄好庄严呢、欸。我真的希望阿弥陀佛来带我走啊。可是很奇怪啊，阿弥陀佛就这样，然后就转个身对我微笑了嘞。怎么我还在这里呢？”他就问我，我说：“你因为你修得很好啊，大家很想念你啊，你不要急啊。”他说：“我这个脚啊很痛，因为山上是很冷，你知道吗？会风湿痛。”我有时候还买那个蒲团的垫子，还有包脚的啊，那个运动员啊给他包，因为他喜欢拜佛嘛，那风湿痛给他穿长袖的裤子给他包。然后呢，我们也都很关心他，寺庙的人有喜欢他，也有不喜欢他，可是我很真心对他，因为什么？他是全寺庙最修行最好的比丘尼。然后他就告诉我，他好几次做梦梦到阿弥陀佛。我跟你讲，他绝对会往生极乐世界。后来呢？我就鼓励他，我说：“你不要急，不要急。”他说：“奇怪，他常问我一句话，阿弥陀佛怎么还不来接我？”我说：“你不要急嘛，不要急啊，你在这个娑婆世界要度众生。”他说：“人心哦，假痛苦，假痛苦，人生很苦啊。我老了，然后脚……可是我说你很欢喜啊，你在这边修行，大家看到你啊，很欢喜啊，对不对呢？”他说：“是。”结果呢，后来呢，过一两年前呢，他呢因为老的关系，他就搬到南部一个寺庙去。最后呢，我就听说他往生。往生的时候呢，西方三圣天月明空，异香满室，钟鼓齐鸣，就来接到他。他家人看了都愣了，真正有极乐世界啊！所以他现在在极乐世界，100岁的比丘尼，活到100岁，生命非常健康啊，只是脚比较差，老化。对不对？他常常看到阿弥陀佛，然后呢，对他转个头微笑。对，我说你不要急，阿弥陀佛还没有接你，慢慢来。所以不但西方极乐世界很殊胜，所以所有的净佛国土也很殊胜。比方说你要求生药师佛国土，那你就要好好认真念3000遍、5000遍药师经，对不对？你真的要用功吗？就好像你要考进新加坡国立大学。对不对？你不用功，考试怎么会考进去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各位莲友，你要想，轮回很苦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。我知道在家居士有工作、有家庭、有责任，但是你想想看，生命很短，你若能够对一个法门好好的修持的话，精进，有一天若修到真正呢，
阿弥陀佛在梦中呢跟你说，善男子善女人，我来接你去极乐净土的话，那我告诉你，不管我在或不在，我对我商业金色莲友都说，师父会真的摸摸你的头说，你才不愧是我的如说修行供养最好的徒弟，那你先去极乐世界吧，将来我们会莲池海会愿相逢。好，今天是这次讲座最后一天，事实上时间很短，所以请大家看到讲义第70页 page 70，请看20行，请看讲义丙三舍无量心分二，丁一出世间舍。他问曰：若菩萨于此像小孩子般一样呢，善根比较薄的众生，那这些众生怎么办？对于这些众生呢，若没有任何的善巧方便帮助他，可以帮助教化他跟摄化他，那对于这些人应该怎么做呢？答案请看第104颂：菩萨于众生无缘能教化，当起大悲心，不应便弃舍。菩萨对于一切有情的众生呢，假如在这一世或现在你没有办法能够教导他或感化他，可是你的内心里啊，也要升起广大的慈悲心，不要放弃他。那心中呢，你可以发愿，比如说现在的众生你帮助他，他有很多很多的障碍，不一定接受你的建议，可是你的心中可以发愿，愿我将来成佛的时候来度这个众生。所以在现前当下众生的业呢，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改变的，这时候你应该发愿，不要舍弃众生，因为透过的愿你就会跟他结善缘。再看下面的经文70页24行：若菩萨于喜乐跟罪恶，就说有些人众生是很喜欢世间的快乐，或是他造了很多恶业，这个不赦之徒，我们应该要怜悯一切的众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业力啊捆绑着他，让你呢纵使了想尽各种善巧方便还是没有办法帮助他。这里讲无有方便，不是说你不用善巧方便，而是善巧方便对现在业力很重的众生呢，它是起不了作用的，所以你暂时没有办法去改变他，但是你可以透过发愿先跟他结善缘。菩萨于彼当起自己的孩子想，想大慈大悲的道理，然后呢，因此没有一个道理说呢，菩萨会舍弃众生的，所以行菩萨道他的功德力呢，就在这里，所以要是很不容易的。好，接下来请看出世间舍，请看幻灯片，这是西藏的文殊师利菩萨，代表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手上拿着剑，代表智慧之剑，斩断你的烦恼。所以出世间里面呢，要有般若的智慧，你才能够彻底的放下。刚才讲这个不要舍弃众生哦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我讲个故事给大家分享，在大智顿论里面呢，舍利佛曾经呢60劫都是不敢度众生，为什么呢？或许有些莲友听过这个故事，听过的就好好思维我有什么启示，若没有听过的就专心听。佛在大智度论里面介绍说，舍利佛啊，过去呢他曾经呢发过菩提心，发愿要广度众生，他发了度众生当然很好啊，第四天大梵天王就来考验他，就想说那这位佛陀的圣弟子舍利佛啊，他呢既然要发愿度众生，那我来考验他如何。就第四天呢，就画了一个贫穷的人婆罗门，然后呢在舍利佛托钵的时候呢，就大声的哭啊，很悲伤啊。那舍利佛呢就托钵啊，托完钵呢就走了，看到旁边怎么会有一个人哭得这么伤心呢？然后呢
他说啊，尊者啊，你救救我吧，你救救我吧。他说我怎么样能救你呢？他说我家里啊有一个老母亲啊，她生病了，病得非常非常的重，我带她去看医生了。可是呢跟医生说呢他要吃药啊，印度他也有藏药，也不也有中药，印度也有中药中医。他说我还要吃中药，可是中药里面要很多药引子，就是要很多配方，其中要有一个是圣人的眼睛，然后呢和在一起，然后呢给他吃的话，那我妈妈才会好。他说想啊，世界这么大，修行人这么多，我怎么去找圣人的眼睛呢？舍利弗啊就想一想，哎，我是佛的圣弟子啊，我没有修得很好，但是我也是圣者啊，那我要度无量的众生，现在一个众生呢就需要我的眼睛吗？那他就说好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他就转过来，然后把自己右眼就拨进去了，就供养了他。那那位呢居士拿了一下说，对不起，我忘了跟你说，是不是右眼是左眼。他想你怎么不早说，害我挖错眼，对不对？我本来挖了一个眼睛呢给他，那现在他说不是右眼，一定要左眼。好，那他就想，那我要不要再挖另外一只眼？他想，我若再挖另外一个眼的呢，我就没有眼睛了。他想，可是啊，佛陀教我们要广度一切的众生啊，现在众生需要我的眼睛嘛，刚才已经没有右个眼睛了吗？那他就想一想，然后再把左眼就挖下来就给他。挖下来给他以后呢，他闻一闻，嗯，好臭啊，你这个修行没好，就丢在地上，就把他踩了就走了。哎呀，他这时候说众生难度啊，我就不要再度众生了。这时候呢他升起了这个心呢，就退了菩提心。这时候呢这个印度的婆罗门呢就突然摇身一变，就变成大梵天王，说哈哈哈哈，舍利弗，刚才我是来考验你的，你以为度众生很容易吗？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发愿要度一切的众生啊，菩萨是为众生可以舍出一切的，你呢连挖个右眼睛挖错了你都有一点舍不得啊，那你要挖两只眼睛呢你还心不甘情不愿啊。所以啊，菩萨道是非常的殊胜，是很长远的。所以舍利弗从此以后60劫他都不敢发愿度众生，一直呢轮回，当然他也是修行的人圣者。然后一直到了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佛陀劝他为他讲大的这个大乘经论的时候，他才开始又重新发心做菩萨行。所以可见各位，我们学大乘佛法听闻佛法是很好，我们还没有碰到逆境。当然呢我想在座也会没有人会给你要眼睛的，这个故事只是给我们一个启发，说当你面对境界的时候，你可不可能连你的身心都布施，这是舍无量心的意思，放下。第二，你可不可能对一切众生都生平等的心。第三，你的心中可不能不执着，这个才是他要的目的。所以听闻佛法呢，有时候我们要了解，好，我们还不是圣人，我们是凡夫，纵使你有广大的悲心啊，但是呢我们要去学佛菩萨的精神。当你有一天证入了无我跟空性的时候，你自然就能够布施你的身体。就像我前几天的比喻，在梦中假如有一个老虎要吃你的手，你会不会给他？各位，你会不会给他？看你们的脸，还是考虑考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怕自己的身体受伤嘛。所以舍先要有了解空性的智慧。好，接下来再看71页 page 71、第二行，问曰：已于众生中应须摄受，未知摄受的方便云何呢？请看105，施摄即说法，复听闻说法，一行利他事，此为摄方便。这个偈颂是告诉你布施摄受众生有四个，叫四种方便，四摄法。请看第四行。好，我请看幻灯片，我又把它蓝色的打出来。布施、利他、爱语跟同事，这四个叫做四摄法。我们介绍四无量心，那修行的方法有没有？先给布施，请看经文。
71页第四行，诸菩萨为了摄受无量的众生，第一个先要布施。布施就是呢，不管是财施、法施、无畏施，你先要有东西给众生结缘，让他生欢喜心。每个众生呢，你想一想，当人家给我们礼物的时候，我们突然讲，哎呀 ，how surprised, how sweet you are， 你呀、啊，很甜美，或是你这个人很温馨。人家给你东西的时候，你很感动啊，对不对？那是真心的。我们中国话有叫礼轻情意重，不在乎呢给你的东西是多少，在乎你那个心意。但是注意听啊，很多莲友有时候很狡猾，哦，师父说布施啊，哦，你的东西都给我啊，你的东西也给我啊，那你很贪呐、啊。布施不是这个意思，布施是众生你给他东西，跟他结善缘，还希望给他佛法，所以布施给人家东西，别人会生欢喜心的。也可以布施食物、衣服、法宝，各种东西都可以布施。第二个，为设方便或受他所施，或是接受别人的布施，欢喜心也是很好。或为别人说法，或听他讲经说法，或是行帮助众生利他，就是帮助众生的事，或以真诚的心。这里的爱语是不是讲油头滑面的话，而是呢讲真诚鼓励对方的话。比如说很多莲友，他很在乎自己的身材，一看到就说，哎呀师父啊，对不对，我最近越来越肥啦。我说没有啊，你只是越来越圆满而已啊。圆满跟肥啊，听起来感觉是不太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事实上是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语言文字给人家感受不同。所以真正行菩萨道人讲话是要有智慧的。有人呢心直很口快的，对不对？就觉得干嘛这么假假呢，讲话要很直啊。但是讲话若很直，就像剑一样插插到你的心，很痛很痛的。其实众生都不太喜欢听真话，对不对？明明他就很肥了嘛，很苦恼了，要减肥了呢，你还告诉他，哎呀，你真是一天比一天呢像一个 PIG。 当然他会生气了，他看到你下次呢好话都不用谈了， No discussion， 没什么话好谈的。可是呢，其实胖跟瘦没有绝对的标准嘛。你要想胖一点的人，对不对，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往生极乐净土的时候，莲花会大朵一点啊，才会接到你啊。瘦一点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拜佛大礼拜的时候会快一点啊，对不对？瘦的人呢、啊、高一点的人很好啊。为什么？呼吸到上面的新鲜空气，坐公车的时候不用跟别人挤啊。矮一点的也很好啊，买裤子的时候，做布的时候，布会少一点，便宜一点啊。对，没关系，他们喇嘛在讲他们的语言，因为有几位喇嘛他听不懂藏文，有几位听得懂，没关系，他是我们的朋友，你让他讲他的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胖瘦高矮都很好，可见是什么？来，又来一个了，是你的心。恰恰前波，你的心啊，很在乎外面人家对你的感觉，其实感觉是假的。有一个莲友跟我说，师父，我不学佛则已，我怎么越学佛越不庄严呢、啊、我说你要这么庄严做什么？做全世界美女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心啊，反射出你很多很多细微的烦恼，很多东西啊都是烦恼你自找的。想法在哪里？看你怎么想，对不对？所以胖瘦高矮都好，但是你要讲鼓励对方的话。所以这里的爱语是讲真诚鼓励对方的话。或以同事呢，就是跟他一起有，我们中国这样话的讲，有乐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或说诸名处，或教他各种技巧，或示现各种作业，就作业就是各行各业做事情的方法。或者用生病人当他得到医药，或碰到困难的人呢，哎，帮助他解决困难，如是等无量无边的因缘，叫做摄受众生善巧方便。所以以各种善巧方便摄受众生，所以你应该永远不要舍弃众生的。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
你就会跟众生结善缘。